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一家三口又来山上收这个大米啊，收这个稻谷了。然后我们家还有好多田，但是现在都还没收好，都要收了。因为现在别人都收完了，然后收完稻谷又要种油菜了嘛，所以要现在也要给它割回去了。进来的家们不嫌弃的，给我点个小爱心，谢谢你们。你讲我的。